别过来！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会不会是在蒙骗本王啊？殿下，这个微臣也不清楚。那个蜘蛛伞，毕竟微臣也是刚刚研制出来。 别了，我慢慢说与你听。我是这里的王，你叫王芍药，是本王的妃。真的吗？那你跟我说说之前的事，兴许我能想起来。 你看看眼前这个人，你可否认得？我记得他，他是坏人，他只会让人受苦。快让他走，走，快走！别怕，别怕，他走了，没事了啊。 即便你死了，我也会把你带出去。你可有办法令我记住你？紫薇，我也不能保证这是万全的法子，这太危险了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 我里有火药，我里有火药，他俩就追了。你先快走，你先快走。芍药，你冷静。本王是大越的皇子，你看看这屋里，又怎么会有火药呢？我知道殿下是皇子。 坐下，俯首称臣。所以他们才容不下你的，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。本王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对。
杀了太子。只要我出恶无尽，斩草除根，我却执意不肯听从。如今他果真要借我的手来杀了殿下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你果真会杀了本王吗？我本想用我的死去换你的生。芍药，你是本王的爱妃，本王不会让你死，本王自己更不会死。我记得这首曲子，奏乐之人记得这曲子，赤薇，我知道你记得，是你，是我，我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棺椁，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？是不是你杀了我的亲人？是，是我。为什么我看到你会如此痛苦？你究竟对我做过什么？志伟，芍药，不要害怕，有本王在，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，因为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对，我是你的王妃，你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。让楚王殿下见笑了啊！王妃近日身体有些不好，本王为此也甚是发愁，因此本王想
要为王妃补上一场画竹之喜。画竹之喜，真的吗？写明月以自照兮，除清夜与洞房。楚王殿下怕是想差了吧？应该是心歉意而不省顾惜，交得得意而相亲。芍药，那时也会是这世间最美的新娘。我二人还望楚王殿下届时能够来参加呀。老王只会令他人受苦，安王，你还需要本王参加吗？所以才让你来沾沾我们的喜气。殿下不要伤心，他只是生病了。本王知道，你按照我绘制的穴位图去为他治病吧。等他病好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可他说的话是没有半分错呀。